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桥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玉电场，要来逛玉电场 Outlet。玉电场 Outlet 是全日本最大的 Outlet， 总共有205家店铺。那也因为店铺数多啊，所以品牌非常的齐全，众多的精品不用讲了，然后还有一些像体育用品以及其他的服饰，还有杂货哦。来玉电场呢有几种交通方式，像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一次自行开车过来，然后也有从东京搭乘铁轨巴士，或者是呢你也可以选择坐火车到玉电场站，再坐它的 shuttle bus， 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直接使用它的巴士一日游的行程哦。这边就是它的巴士站啊，这边分成东区跟西区，然后呢大部分的精品品牌是分在西区，那看板旁边呢、啊都可以拿到这个园区的地图，所以可以放心的带着走，不怕迷路。这园区啊真的很大，东区跟西区是用一条桥连在一起的。园区内当然也少不了咖啡厅，然后还有餐厅可以逛累了休息。在 Outlet 的好处啊，就是就算你不喜欢逛精品，还是有很多品牌可以让你逛得开心。这边的美食街啊，总共有12家店可以选择。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玉电场 Premium Outlet。我是包博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